好，太累了，你不要再做了，然后拍就算了。那我们来抓气球，抓气球，赶快手伸起来抓气球。不会吧？彗星啊，爸爸就是这样子拍下来，试着让你体验在空中的感觉。是你跟妈妈拍，难怪叫体验。我是因为那个飞行，那个更细。怎么样？哦，要不然怎么可能伸直？都牵着。手再高一点，然后再往回收一点。可是如果放开，往身体靠一点点，回不来。高一点，再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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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。放开，可能后面要这样子。有，你端到了。那你也去，你也去，你赶快。看彗星，看你用另外一台拍，你不要用这台拍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拿给你。等一下哦，弟弟在动，好，来在动哦。你又端到了。到了。你端到了。你要不要自己端？不要。他已经在替换了，他我跟你讲，完全不受困扰。对啊，因为他上去测试啊。弟弟，你要不要去端？他照相。如果是这样，我就不要。我以为是飞到最高的。那终于摆拍成这样。这个白的。That's it. That's for $500.